继续玩我们的弓箭手们，来啦！这是谁啊？是谁？这很像那个韩国的那个谁啊？金什么的？哦，他拿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独角兽吗？点他会飞的样子哎！你看，彩虹小马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这样也可以打到我。哎，吃我的彩虹小马！哎呦哦哦！哎呀，加速好快啊！而且他加速的彩虹从屁股那边飞出来。来来来来，丢！哇哦！哇哦！哎，你在丢哪里啊？在这里啊！来来来，吃我的彩虹小马！彩虹屁屁 ，Headshot！ 哇，直接 KO 啊，帅啊 ！Finish him！ 来来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哎呦，我要干掉你！彩虹小马出动！哎呀 ，miss 掉了啊！哎呀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没有看到必杀技啊 ！Epic win！ 耶，获胜！下个角色是玛丽哦。马里奥，马里奥，这是谁啊？史蒂夫哦，麦克史蒂夫，哇，他丢龟壳的、啊，哎，弹起来，弹起来，这龟壳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哇，他丢的稿子好像蛮厉害的，哎呦，哇，这攻击力很高哎，丢啊，他中大，哎呦，打头了，根本是石头吧这个。哎呦！你看啊，段英英跳起来，中了，碎哟 ！Finish him! Finish him! 是我的大乌龟，到了 ！Fatality！ 耶！马里奥过关了 ！Epic win！等一下，我们换另外一个角色。这个是童子军的，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棉花糖哦？哎，射箭，咻！哦，刚好中，啊，掉下去了。Bullseye！ 哎，他那个好厉害，那什么啊？这是电锯哦。哎呦 ，K 到头了啊！我的头。我要中，我要中，咻！哎、欸，没中啊！又这么快？中了，中了，有没有中了？还滚下去！耶！KO 掉，最后一集。阿瑟中了有没有？变成黑人了。Win！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色。哎、欸，这个角色好像认识谁啊？算了，他是 Y 啊、哦。这边那个老那个阿嬷在玩手机啊、哦，他是丢这个手榴弹。哇塞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变两颗手榴弹。哦，他丢小狗啊！小狗放屁啊！哎呦！小狗在放屁还是拉屎啊？哎呀，中了，中了！哎呀，我的头！哎呦，你阿妈嘞！哎呦，两颗哦！不，放屁，没中，金甲巴拉，蹦个，哦，两颗，是哟 ，finisher，
叽里叽巴啦！到了！哦！耶！胜利！希望你喜欢这个游戏哦，下次再见。